这我的计划不是被打乱了吗？这怎么套路狮子狗啊？这哥们这点血量肯定要回家补状态的。 而且回家补完状态，大概率是要去龙开的，不会来狼开吧？那样也行吧，也行，我们就多多他一片野区喽，他也发现不了我们在他龙开。吃完蛤蟆回家买把长剑，再去自己狼 buff 开。 昨晚有没有去跨年啊，兄弟们？昨天晚上有直播间兄弟有没有跨年啊？从上往下刷一下。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。 狮子狗绝对发现不了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刷太多，我们刷个蛤蟆跟蓝 buff 就得去下野区，因为他这时那个时间点差不多发现他下野区没有了的，好像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我红，那我又比较贪，我又想再贪个河蟹。 算了算了，不贪了不贪了，哎，刷个三郎吧，不管，爱返返给你了。这把反正我要控到16级了，对吧？没有16级打不了四进化了。一定要两边都打到16级，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是踩大里面最难触发、最难等的一个。锤石跟塞纳是双方12级好像，双方12加11级。 那个是需要哦，下河蟹应该是没了的。哎，我们去上河蟹吧，太脚闪了。果然我不刷三郎就来得及啊，但无所谓。他16级就一定要打到后期的，前期也不能把狮子狗压得太死，压太死这哥们估计要上票的，这是要注意力度。 28刀，20刀。元旦快乐，元旦快乐啊！元旦快乐，元旦快乐，爱丽丝。啦啦啦啦啦。 嘉哥，我工资哎，不要再说工资了。你问直播兄弟们，你他年入6万块钱，24岁，怎么样？开播就在这刷了，兄弟们，给了点信心啊！这哥们现在还在刷，24岁年入6万块钱，这个水平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很正常啊。谢谢嘉嘉风的大蘑菇的超粉卡，谢谢。 没什么问题啊，还可以了，我觉得真的还可以，就24岁，少看点抖音，少看点段子，知道吧？这生活当中，这24岁可以啊。 需要焦虑，6万块钱回家过年，把头都给我抬起来。
好好，我找机会。呵呵呵呵呵呵。抓不到，这个抓不到啊。下路优势不小啊。卢锡安不去帮火男吗？小火。小火男。我不过年，我没过年。昨天晚上去玩了个剧本杀，玩了5个小时。第一次玩，玩不来。玩的那个豪门的叫什么月落蛙，对，月落蛙。谢谢爱丽丝的两本魔法书，谢谢。啊，谢谢爱丽丝的两本魔法书。第一次玩了个剧本杀。尝试了一下啊，搁那坐了5个小时，人都是傻的。这把我们节奏要慢一点，我要打到16级，打出跟狮子狗的彩蛋啊，还是有彩蛋的，双方都等到16级。有眼吗？双刃路呢，兄弟？要优雅，要优雅，没事。打了这么久，扛了这么久一打，然后他们俩还在线上推线，难受了，难受了，难受了。啊，这狮子狗打得还可以，兄弟，这把感觉可以拖一下。这狮子狗，不是本地人啊，不是本地人，外地人的。但是我要先杀他两波的，有点膨胀，我只能说。就这样死了，好稳啊，直接站在塔下。好想和狮子狗打不单挑啊。怎么对面的资源都这么快呀？啊，资源都这么快，压力有点大了。不过这样子玩的话，16级应该是绝对可以等得到的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没事。有种别抱着手来，你看看这波，他拿那个亚索不来，你看他打不打得过我？亚索来了呀，亚索不来，我这波随便干他，把他先攻先破掉，100刀打50刀也不急啊，我们也不急。我想你们就是这个工作啊，一般你们是过年放假是啥时候放假呀？比方说你现在你们都在上班嘛，对吧？上班那你们。你们公司或者你们工厂一般是几月份几月几号放假的，有没有个大概啊？
一般是就一月多少号放假，就放年假嘛，回家直接买了个破败。那狗头这波不是要死了呀，他还敢干那补刀，他肯定要死了。破败都出来了，二月份放量，这个不会碰我菜吧，我是故意控制游戏节奏的啊，兄弟们，为了给大家看那个彩蛋的，知道吗？16级才触发彩蛋，狮子狗也要16级，所以说我这把节奏打得很慢的。本来想先锋给你吃的，不给了。不过一化四好像有机会哦。狗在，狗还在这是吧？这波没大，不跟他打了，拿上回去。啊，小控条小龙哎。小龙好像还得放了，准备收割。算了，我看我 A 个小跳蛋下去 A 龙吧。对，十六级哪一边打野先死，哪一边对方就进化了，所以说不能先死。哇，这么早就来作眼了，这人。什么情况？撤吧，够了，够了，兄弟，够了。狮子狗八级。鞋子的话，这把是要买忍者出去了。走吧。哇，神分这么猛吗？我还想等个孤立，我想着狗头这波 boss。我想到他这波 boss 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等个孤立无缘，因为我怕，我害怕我被反杀，太稳了。他破败没孤立无缘，我怕他把我都做掉。啊，我的我的，就想太多了，我把亚索的操作想的太好了。
就我把它想成是一个那种王者的王者亚索。好，回家吧，2900啊。OK， 走，中塔给他拆了吧。算了，走吧。我留点多的吧。追不到我的，我有 W， 减速啊！吵起来了吗？我的翅膀焦躁不安。狮子狗加加油啊，升升级啊！为了给你们整个四进化，我这把分都没拿啊，兄弟，我拿四进化有没有奖励啊？真的是为了给你们看四进化，我一直没有限制他，我也没有干他。我这把是用心良苦啊，兄弟们！有彩蛋，有彩蛋！狮子狗和螳螂双方都达到16级，所以说我这把你说一直是真没有去压他。我一直在家里刷野，人我也不抓，因为我不想搞得节奏太快，对面会点的。想给你们看把彩蛋，因为平时估计、啊、这个彩蛋也挺难遇见的，挺难遇见的。我16就行，不，我16不行的，也得对面也要16的。双方都得达到16，我一个人到16是不够的。小龙还差十几秒。QA 大招隐身 ，AQ。A 大招 ，W 闪现惩戒 AQ， 哇！QAW 小龙。W 死了应该，好，小龙吧，好，维嘎，坚持住啊，小狮子狗，坚持坚持，兄弟，四进化，我们堂堂就可以进化四个大招啊，进化四个技能，巨猛。然后狮子狗呢，拿到我们的。16级的被动，他能获得攻击的百分比加成啊！狮子狗的被动不是说对面五个英雄每一个死亡，他拿到助攻都能得到一层攻击力加成吗？对不对？然后螳螂就是他的第五次进化之后，他会得到更大的百分比伤害加成，就攻击力加成嘛。我们的话就是进化第四个技能啊，对，就狮子狗的也挺猛的，他加的百分比攻击力特别多啊。最后一层，我加的就是四个技能。
但是需要双方都等达到16级。等他一下，我也不反他野，让他多升级。1200块是吗？再推波下线吧，差100块钱。狮子狗不可能抓我的。W 没挂到啊，蛮可惜。狮子狗加上某一点不，我个人感觉是螳螂的加成，这四进化更厉害一点啊。我个人感觉是四进化比那个狮子狗的攻击力要猛。狗子快进化呀，快升级啊，狗子，才12级。我都想给你杀一次了。最近好多人学你这个套路，给我恶心坏了。有什么可解的吗？这什么解啊？这个说实话，这个钻石以下，你就是基本上的90%成功率啊！你看我天天用，我还在直播呢。你还不排除对方对面会有知道的水友看直播的观众，你都不确定，但是成功率都很高。这东西只能说你养成习惯，去三狼坑多看两眼。W 大招隐身，惩戒 AQA， 好，直接带走。对，四进化比那个攻击力强，绝对比那个强的。这几个屌毛，这下午两个人吵架，妈的，死了就点是吧？911，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。W， 不，看到我了。中路三个人守不了啊，守不了。他们要点那就点，无所谓。这个世界火龙20秒，火龙，我感觉狮子狗到不了16啊，兄弟。看你玩螳螂真的难受，一点都不流畅。那么你知道我的螳螂是什么吗？你可以去问问国服这些所有的千分王者，
我国服第一堂，只是我没有说，但你可以去问问，国服最开始的高分螳螂只有我一个，我连续三年峡谷第一都用螳螂，看见没有？我的螳螂不流畅，整个国服还有流畅的螳螂吗？没有了，啊。那少看点花里胡哨的操作，多学一学螳螂的思路和进场时机啊。我螳螂上低的时候，国服连第二个王者螳螂都还没有啊。狮子狗啊，给点力啊，螳螂最重要的是进场时机，不是什么他妈蜻蜓点水，我真的都给你整得尴尬了。我螳螂玩了这么多年峡谷第一，我说实话我还没，包括别人偶尔玩螳螂，我都没见过什么蜻蜓点水，我以前我都不知道这种东西，他妈的，你们就别搁这蜻蜓点水了。我说我不瞒你们说，我打螳螂少说有个小几千场吧，我从来没用过一次，因为这在实战当中我觉得是不大现实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可能因为我一直打的是王者局吧，这东西我觉得真的遇不到，真有那么几个人傻傻的站在排好队给着你跳吗？我感觉我从来没遇见过，我小几千场全是在王者局玩的螳螂，全是王者局的，我一次都没遇见过，听都没听过的，就你们告诉的我，妈的，蜻蜓点水，蜻蜓点水，给我都点懵了，兄弟。好，他马上16了，马上。怎么送完就点？送完就点，我他妈服了。每次这送完就点，狮子狗还没到16吗？想给兄弟们展示一把，捡个树，哎呦，没捡到。狗，我的狗，狗啊！他得双方达到16级，并且场上10名玩家全部存活状态下触发彩蛋啊！我真不想干你，但是你非要跳上来送。其实我可以考虑买个巨蛇的双盾，算了，这个号是抽的老板的号，我每天会抽号打，现在打的挑战人头大试一下，任意分段都打，不管是什么青铜白银还是钻石翡翠啊，都会帮你打三个小时。这个号打到今天两点钟换。
然后每一把用上一把对面打野，下一把就玩狮子狗，以此类推。他这轮应该能到十六级了。好，回家吃个大黄了，这波他绝对十六，等场上全部复活。给大家再抽个号啊，抽个号，然后这个号打完，下一个号就是现在抽的这个少年四，大家可以自己参与一下。国服任意大区大师以下所有账号，然后定位下也打，然后给你打三个小时，没有任何的要求啊，你只需要中少年四，然后把账号密码大区发给我，我就帮你打三个小时啊。好吧，大家手机端在右下角，电脑端在左下角，这个上电视就那个白色粉色的小电视，找到它然后参与抽号啊。还没到十六啊，还是十五级。稍微等，我真的要等他一下，我现在不要死人，死人又要等人复活，很浪费时间。等到十六，他现在十六级就会出彩蛋了。发弹幕我是没用的，你得参与上电视，兄弟们得参与上电视里面的抽号。好，十六了，好完了，但是又死人了，麻烦。他要等场上十个人全部复活，知道吗？全部都存活的状态下。哦，好了吗？哎呦天哪！彩蛋必须要不是单杀，就是我跟他谁有对方的助攻都可以，就是看谁先死啊，就这么简单，谁先死就看谁先死啊。比方说我死了，他有我的助攻也可以；他死，我有他的助攻也可以。彩蛋呢？绝对没取消，绝对没取消。我前两个月还触发过一次，是要等人都漏吗？狮子狗呢？啊，彩蛋呢？嗯，取消了吗？啊，他被动没拿满？不是吧，我都没想到他妈被动能没拿满的。哦，四层项链五层项链都没拿满吗？哇，你妈太抽象了。那我要不我给他杀一次吧，他应该是还没有拿到我的项链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拿到我的项链吧。不对啊，他拿到我的项链了，第一波小龙他就把我项链拿了，他拿到我的项链了，那就是我队友的项链他们有一层没拿到。他杀过我，我那一次死就是狮子狗杀的，我那一次死就是他杀的，我很确定他拿了我的项链。我很确定他拿了我的，我那一次死就是他拿的人头，差谁的呢？小炮的他也拿到了呀，抽号还有六分钟啊，兄弟们，国服任意大区大师以下上天师，大家可以自己抽号。确实他才总共才十二个击杀嘛，是有可能没拿到的。我看他状态蓝，状态蓝呢？他现在不知道躲在哪。杰拉他拿到了，小炮他拿到了，狗头应该也拿到了吧？那可能就差个锤石的。那但是估计，
对，四次击杀还差一个，他只有四次击杀还差一个，到底是谁啊？我看不出来，看不到是谁，但是我知道他差一层现在。这你妈也太难受了吧，兄弟！搞到这个时候差一层，想给你们看一下呀。想给兄弟们看一下，有点难。干嘛呀？不去正面拿项链过来偷家？那推了吧，感觉也拿不到了。他也不说话，那推了推了。那我这边少拿挺多分的。我这把也没怎么抓他的，他也不是说让我爽，他也可以爽啊。他难道不想把我的卡兹克的头颅拿了吗？可惜。